因为我高中毕业就去进军中了，然后我没有上大学，就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，就觉得说晚上没什么事情，不然就学个语言。哪知道呢？我也想说是问得完的，然后资料填填，小姐你申请到了，然后阿姨我也都还没学到，然后就说哎你要去留学了，然后就一句日文都不会就去了，然后我妈就说，啊你也别你靠人工日语别晓。啊，你要去日本，嘿啊！啊，你不要那去，就回去啊。然后就是很乐观，就傻傻的。人家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跳伞会不会怕？”我说：“欸、不知道什么叫怕，懵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傻傻的，所以不知道怕。所以人家坐飞机失速，有没有？人家就会很怕，对不对？忽然掉下来的那种。那是我们是那跟跳那个直升机是一样，因为是落空。”因为那个直升机那个 propeller 在打，它要上来是由这个 propeller 把这个边边的风从下往上提，所以它直升机可以随时上来。可是它的 propeller 跟它的这个停机架的这段期间是落空，就跟跳楼是一样的。啊，那就叫下去就咻下去了，就一下子摔下去。那因为我们在空中常常有这样乱流。哎，对，就蛮好玩的。所以坐飞机，本人呢碰到失速，哎呦，不要弄啊！然后那个心脏就开始升上来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，没关系。我也是去日本开会，然后又坐那个滑，就掉了900尺。那个飞机上，我隔壁那个拿了一杯咖啡。对啊，那个水是往上冲的。对。其实我坐那么多飞机，到现在还没有经历过这样。当然有的时候会这样子乱一下，可是从来没有。就像以前那个，我们朋友到那个在沙特阿拉伯，那个就很多这样的机会。他那个中间有、晴空万里就会乱。对，那个地方，他说他那个飞机下降跟下楼梯一样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样咻。对对对。然后很好笑啊，他们那个飞机就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从后面冲到前面来，会哦，对啊，冲到前面来，然后那个整个飞机上，那个沙特阿拉伯那边都是回教徒，然后大家全部一起趴下来讲阿拉，对，因为沙特阿拉伯他们有一些部队是到我们军中来受训，然后受散训，然后。可以跟他们跑步跑到一半阿拉时间他就哎、欸、他就阿拉了，哎他就阿拉了，他就跪在那边阿拉了，然后一天要5次阿拉，然后踢足球踢到一半他也在阿拉，然后正要我们已经要射门了，然后阿拉就停在那里，然后我们球要怎么办呢？是要踢还是不踢呢？然后他们已经趴在那边阿拉。好，对对，那回教国家就很好玩。因为我们跟国外的那些，因为我们最主要神农小组是跟做国民外交，对，哎对，所以我们真的是新加坡的部队是在我们台湾，然后那个沙特阿拉伯，然后有很多马来西亚也有派一些人到我们那边受审，所以我们碰到了蛮多人，然后就是各式各样，因为他们回教就吃，他不吃猪肉。他吃羊，一天要一头羊。沙特阿拉伯他们是，哇，那个身上真是又羊烧味，然后就很爱喷香水，喷到真的很浓很浓的，很恐怖。那你跟他们在一起运动，流那个汗都是香水夹杂羊烧味，你想看那个味道？而且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细菌，那味道很不好。对哈，一个那个类似像那个一个咸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，哦，不是嫁到国外哦，你嫁到国外哈，然后个明明在自己就不小心嫁到日本去，对，很有趣，很有趣哈。不过这一段故事倒是只知道她嫁给日本人，到底怎么样嫁给他的也不知道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好下回分解。我再储存一下能量，然后再把它拉回来。因为光讲那个伞兵的这一段就讲不完啊。哦，讲不完啊，好多。上次还讲到凤梨园。对啊，哦，真的是。
你的洗手间在哪里？可以，谢谢，在旁边。